一眼就看着，你东东去看着完了以后，你一下不看，一下就不看完了。哇，谁啊？你看他拉很慢很转的球，老外都那个不是外侧旋吗？刚才不是，是很转的球。但他拉的是外侧。现在他拉一个很强的转的呢。他刚才拉的是外侧，就是 handle 这个球。你知道他摆太多了，知道吗？对对，全得摆完，别人就全陷入他这个这里这里玩这个。你打这个都打短球，他没有踢墙的，但拧起来没有，单调，气球单调，带着单调。他学张继科这个发展，他通常不以这个为主的。你当然，他这个球一赢，他一直坚持用这个球。什么 Carver 这场打的三局落后了，都被控制住了。他团体赢他了。我真能拉呀。大个踢的球丢太多，什么？因为他不会调节动作，他都是一个动作。这个展厅叫的很对吧？啊？展厅叫的很及时。这还去拿脚踢球，还不给一个他妈的帮忙了。法国这个太可惜，2-0领先了。香港你看，这个还是经验老道啊。你看。
那他这个球，哎，这逆反旋转一直打空，他一直进不发。这逆这个张继科这个发球啊，我多西接了三球。试了两天三天了，那可能叫人家因为这个宝宝可能更紧张了，我想说最后一天吧，反正看看明天有没有这个机会能找到。Mm-hmm.